能开出去不？小黑呢？小黑现在故障了，翻车故障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愉快直播间，欢迎新来直播间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欢乐的小飞扬。现在我正在开一辆遥控车，带大家乡村一日游。看看今天我们还能出来不能？咦？好，我们继续走了。小黑现在在路上，还在路上啊！已经救援人员前往现场去救援小黑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愉快直播间。欢迎新来直播间的朋友，还没有关注主播的左上角给主播把关注点一点啦，往前走就是你家啦。你知道前面那个村叫什么名不？